我的名字叫杜维。您的儿子并没有成为一名魔法师的天赋。我是罗林家族的人。你的身体无法继承罗林家的斗气。我不属于罗兰大陆，却只能留在这里。你是否有勇气开启人类的禁忌力？大少爷被魔法师劫走了。你就别管我了。我交易与恶魔签订契约。有某种未知的力量正压制着这一切。什么？神殿和那个神灵的虚伪告诉世人，这是我的使命。Stella Garcias， 把女儿救了。不管他要做什么，任何伤害扎克的人，阻止他，塞维尔。只要和那个怪物拼了，都得死。